我发誓，我一定买到一模一样的碟。这不只是电影的问题，你不要以为所有东西都会在原地等你。电影不会，人也不会，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不好好珍惜。等到你想珍惜的时候，他可能已经掉头走了，再也来不及了。会的。如今你对我折磨，连细节也不肯放过，我仍然在被你牵动着，仍无法释怀，也不能摆脱爱与不爱的枷锁。从那里一直到那儿，这是我们要扩建的。到这儿，一直到那儿，对，就是这一个地方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。喂喂，你谈完事了吗？哦，还没，不过差不多了，随时可以结束。你可以过来吗？嗯。可是我不想出海，我会晕船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就不出海了。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。没关系，那你就慢慢想，我在码头等你。哎，不着急，慢慢来啊。怎么差别这么大？到底有没这回事儿？当时国内钢筋短缺，在总工程师的同意下，我们确实进口了少量的二手钢筋。总工程师，你说那些二手钢筋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，我让进口商做过测试，而且那些钢筋我们主要用于凉亭、栏杆还有车棚这些公共建筑物上，住宅楼用的都是全新的钢筋，绝对不可能影响住宅的安全。这个我知道，你们知道，可人家住户知道吗？你报告一下对公司的伤害评估吧。目前有48户要求退款，17户坚决提出赔偿诉讼，这是上午的情况，估计要求退款及赔偿诉讼的还会继续增加。你算过该赔损多少钱？以目前的情况来算，我们公司已经损失了7800万了，而这只是有形资产。如果算上公司形象、信誉等无形资产，加上情况继续恶化下去，那就很难评估了。明天一早召开董事会，我当面向股东们道歉。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以为你心情不好呢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我哪知道。
你们公司要扩建码头啊？啊？这么厉害，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？业务挺广泛的，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建设，还有周围的相关业务。房地产开发啊？那你在公司是什么职务？我……哦，没关系啦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不方便说就算了，随口问的。啊，没有不方便，我只是在想怎么说会比较贴切。那想到了吗？想到了。我的职务是总经理。总经理？这么年轻就当总经理？你跟你们老板一定有特殊关系。你这个小女孩很厉害啊。啊，猜中啦。那是什么关系啊？董事长是我父亲。你是富二代啊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投胎挑对的地方就可以少奋斗20年，太不公平了。你们女孩子才不公平呢，找个好老公嫁了，一辈子都不愁吃穿的。哪有？哪没有？你们看满大街开好车的不都是女人吗？是吗？那为什么连辆车都没有？我买给你啊。别开玩笑了啦。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肚子饿。我去买吃的给你，那边等我啊。谢谢。不会。文阳，来的正好，来一起吃。走，我给你介绍我女朋友。啊，好啊。给你介绍我的女朋友罗卫卫，卫卫。给你介绍我最好的哥们儿孙文阳。她就是你说那个让你动心的女孩。对啊。卫阳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卫阳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哎，卫卫，卫卫，卫卫，你没事吧？薇薇，你没事吧？薇薇，你给我走！快，文阳！文阳！哎，双手，你伤到薇薇了！不关你的事，你伤了他，就关我的事。别看，你们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文阳，文阳，你听我解释。不会就是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吧？天哪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竟然说你是我的女朋友。袁凯，我不是你的女朋友，以后不要再这样说了好吗？潮水。
文阳呢？文阳，楼上，楼上呢。开门，你快点开门。我能分清楚你跟其他朋友的轻重，你呢？你永远都没有时间理我。可是别人一喊你，你就有空了。反正我问心无愧，如果你也那么坦然，你就在里面待着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主动找你了。